各位乘客，根据安全条例，所有手提行李都必须放在前面的座椅下或者行李柜内。任何物件如因体积或重量不能够存放在上述位置，请联络机舱服务员。请小心打开行李柜，避免物件跌下。多谢。Welcome to Hong Kong.